2021三大秀之一的疯马秀首度来台，引发话题，不少观众慕名而来，名人也争相朝圣，缔造了万人观赏的佳绩。 不朽经典将再度登台，同样未演先轰动。在台湾，如果要看到这样的表演，或者是同性质的表演，几乎没有。其实我们公司所有的 model， 不管男生女生，我都跟他们说，你们一定要去看，因为对于身体的可能性，然后对于表演上面的张力，我觉得非常特别。疯马女郎展现完美曲线，搭配灯光、音乐、华丽演出，前卫性感，把艺术拉抬到全新层次，让台湾名模教母陈婉若也为之着迷。我自己不敢在台湾。 或者是我之前去巴黎都有看过，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女性艺术的，然后不只是男生喜欢看，我觉得身为女人也一定要看。巴黎疯马秀魅力席台，不仅要舞出经典，还将带来两首未曾在台湾曝光的性感舞马，二度挑战观众视觉想象。记者胡志兴、王志仁台北报道。